9月23日星期五，一个港府租用作遣返越南船民的印尼大力士型运输机，在任务完成起飞折返印尼之际，突然失控堕海断开数节，造成四死六伤两失踪的重大惨剧。嗱，听晚8:25，今日睇真啲，我哋会直击呢件空难背后种种拯救的内幕和真相。